今年咧，我哋嘅流感高峰咧，好多都系 H1 嘅病毒，而我哋咧嗰个流感嘅疫苗咧，正好咧就系打呢一个嘅病毒嘅。咁其实点解好多家长都仲系未曾打呢个疫苗咧？其实咧，我哋而家嘅疫苗咧系相当之安全嘅。咁我听过有关于咩自闭症啊，或者等等嘅问题咧，其实咧都系基于一啲错误嘅傳播啦，我哋咧好耐之前咧已經知道咗呢啲係唔啱噶啦。冬季嘅流感咧嘅高峰咧係未曾過嘅，好多時咧流感高峰咧都會個季節咧都會延至三四月啦。天氣再凍啲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大有機會咧係有另外一個更加高嘅流感咧就會再嚟到啦，亦都未必係 H1 啊，可能咧有 H3 啊或者乙型流感都可以發生。咁其實呢啲時間咧，正係我哋咧要繼續打流感嘅疫苗嘅時間，因為咧流感疫苗咧都要兩個禮拜先至有效，咁所以咧家長咧應該更加咧係找緊呢個機會咧繼續去打疫苗嘅。